大唐苗武新招刀刀过万，或成为梦幻一哥。近日梦幻策划在官方论坛发出四月份门派大改的消息，其中着重说到大唐，并表示程咬金的三板斧只是大唐武学的初窥门径，说直白一点就是渣渣，破釜沉舟技能也只能限于化境境界使用，你把程咬金的脸往哪放，故事便从这里开始了。说到大唐技能，大部分与气血有关，这次修改为大唐添加一个新技能，名字为惊天动地，同样释放技能和剩余气血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效果图可以看到，释放技能消耗 90% 以上的气血，会不会与慈航相同呢？使用后的气血及气血上限将变为最大值的 10%， 同时苗五人伤害也是妥妥的爆炸，刀刀过万，不由得想起了骷髅大唐，一个九转拉起直接放惊天动地该技能，难道大唐要成为物理一哥了吗？同时 NPC 吹牛王在贴吧爆出，上次狐族入侵时，有位人族少侠偷偷潜入青丘秘境，使用惊天动地这招重创狐族长老，才得以脱身，带回一些狐族秘籍。几大人族门派都在研究如何将狐族秘籍融入到门派技能中，魔族也不甘落后，一位神秘蒙面客表示，人族依靠狐族的技能要崛起了。同时魔族那些大人物们研究出了更深层次的掌控神木林手里的五行之力，一般说到五行之力就会想到普陀山。同时仙族的神秘仙尊了解到这件事后，将事情通知给了观音姐姐，观音姐姐表示魔族只是掌握了一种五行之力，与老龙王有关。可以看出人魔仙三族对五行之力都有涉及，此次修改很可能是对五行之间的相生相克大做文章，你觉得呢？